然为了要找寻你，哪怕远桥翠心手创伤，只要问你在何方。明月，你不要紧吧？我没事，你放心。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他们又派人来刺杀我。哦，那个人呢？走了。那个人我以前没有碰见过，但是他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上。有请公公。什么事？启禀公公，公子不见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小的刚才巡夜的时候，发现公子不在屋里。我们到处找不着公子，结果发现公子的马也不见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会到哪儿去？公公，公子他会不会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？胡说！豹儿和我情欲父子，纵然他有什么疑问，以他的个性，一定会先来问我的，怎么会悄然离去呢？是，小的失言。你们替我留神着，豹儿回来叫他立刻来见我。是。慢着，在密室的那位先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杜仙镇？是。是小的和李姑娘一块护送他出去。你们有没有让别人发现呢？不会的，我跟刘超入夜以后送他出去，府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好，你们这件事办得很好。公公，那位先生是？他是圣上派来的密探，带来了圣上的口谕。圣上。这个嘛，你就不必多问。总之，明天在黑风岗借煞慕容明月的事，你们两个要和公子密切的配合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会奏明圣上，重重有赏。多谢公公提拔。是你告诉他的？怎么会是我？是刘超发现的。哼，这个家伙真是多管闲事。小豹哥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今天下午不是来了一个人吗？他被义父很神秘地带到密室里去了。你猜那个人是谁？
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他呀，是朝廷派来的密使，带来圣上的口谕。圣上的口谕，都说些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是无意听到义父跟刘超谈起来的。你这趟去了清平镇，探听出来什么没有？哎呀，这件事情就使我越弄越糊涂。慕容明月好像被奸人陷害，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件叛国的阴谋。你见到了慕容明月？我见到他，而且我们还交过手。那么，这件事情是他告诉你的？如果是他告诉我的，我倒不会相信。我是听了慕容明月跟蓝天燕的谈话。这就难了。娘说义父是你的杀父仇人，而义父又对朝廷忠心耿耿。你现在要杀的慕容明月又对你们潘家有恩，他现在遭奸人所害，那么明天黑风岗到底怎么办呢？叫人来了。啊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不错，我回来了。刘超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有睡？哦，是公公命我在这儿等候公子，请公子去一趟。我知道了。听说你出去了一趟。是。上哪儿去了？明天黑风岗的事情，非比等闲。孩儿睡不着觉，所以骑马在附近转了一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歇着吧。是。义父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慕容明月非杀不可。这是圣上的意思，为父是奉旨行事。慕容明月究竟是谁？他身犯何罪？这个，他和他父亲慕容清盗宝潜逃，圣上大怒，才降旨要杀他。孩儿听说慕容守备是个忠臣，他怎么会盗宝潜逃呢？哦，听谁说慕容清是个忠臣？不论听谁说的，孩儿只请义父告诉我，慕容清是不是个忠臣？不，慕容清阴谋叛国，是个奸臣。那么我爹呢？难道他也是个奸臣？哦，你娘全都告诉你。我娘还说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爹跟我潘家的人是不是你害死的？
把剑收起来，让为父慢慢的告诉你。 叛将满门抄斩，是我向圣上参的本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父亲私通流寇，密谋叛国。我为了大明朝的江山，不得不如此做。可是我娘为什么说？宝儿。 我是你们潘家满门抄斩，你娘当然怀恨在心。再说，谁又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巨奸的大恶之人？哼，杀了梅家，难道不是为了我娘吗？ 进身，所以并没有近身。笑什么？我笑，我没有近身，你娘又如何晓得？这，宝儿，再说，你从小在府中长大。 我踏进你娘经堂一步，哼！你是做我心虚，不敢接近神明。神明无所不知，岂会在你娘的经堂里才有？宝儿，你说这话。 不觉得可笑，我到底要听谁的？宝儿，这件事，为父一直不愿意提起，就怕你误会为父。今天。 要不是你逼我，我不愿意再提。义父，你不错。当年你父亲获罪身死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在圣上面前再三保咒。 才挽救了你母子二人的性命。如今你翻脸无情，还是为父的痛心。 杀你！我要杀你！你要杀，你就杀吧。哼，宝儿，我要是真像你母亲所说的那样。
绝不留你，也不会养你，我早就杀了你。义父，为了敬重朝廷，我成了你的杀父仇人。现在宝剑在你手上，你要杀我。惠娘，惠娘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儿子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。明月，他真的这样说？嗯，他求我们千万不要去杜仙镇。我就不懂了，他既然来刺杀你，又不让我们到杜仙镇去，这是什么阴谋诡计？我看他倒不像是个坏人，可能杀我是假，事情是真。黑风冈可能是个陷阱。不对，除非他认识你，否则又为什么要来好心示警呢？可是，实实在在，我不认识他。这就对了，一定寇云龙那儿有我们要找的线索，他不希望我们去，所以才来这一手。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这么一来，杜仙镇我们倒是非去不可。寇云龙不是已经辞官退隐了吗？可是，这并不能证明他没有篡国的野心。你知道东西厂的宦官争权夺势，互相情感。寇云龙如果以退回境，和那个姓白的勾结，不是可以掩人耳目吗？慢点。口口声声说姓白的是奸贼，他到底是谁？姓白的奸贼，阴谋不轨，意图叛国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难道说，义父真的跟这个姓白的有勾结？Thank you.
我们要报复你，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擅闯为父的密室？ 儿子想求这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这跟姓白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是圣上派来的密使，带来了圣上的口谕。你以为他是谁？怎么说？杀慕容明月跟蓝天燕，果真是圣上的旨意喽？ 为父一生行事，从不为一己之事。皇上再三降旨下来，我已经辞官退隐，何必多管闲事？义父说的是，孩儿总算明白。嗯，你明白就好。明天黑风冈的事。 怎么说？孩儿当然要杀慕容明月跟蓝天燕。嗯，报。你要是再疑神疑鬼的话，为父真的要生气了。义父放心好，孩儿绝无二意。嗯，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天都快亮了。 早点去睡吧。是，孩儿告退。云龙，潘家的一面，白爷指的是潘豹，不是他，又会是谁呢？ 禀白爷，潘豹对属下一直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哦，不过我老觉得斩草不除根，总是后患无穷啊。属下遵命。等事成之后，属下一定将潘豹铲除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如果这一次不发生这件事，为父的还可以让你多活几年。可是现在，哼哼哼，你最多只能活到明天。 不敢踏入金堂一步。可是他当年说过，除非今生今世我不踏出金堂，否则他仍然是有机会得到。怪不得娘都不走出金堂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不过，娘，义父他难道不怕您把潘家？ 血海深仇，对小豹哥说吗？他怎么会不怕？可是，寇云龙是个城府极深的人，他知道，在豹儿羽翼未丰之前，我绝不可能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。 以免惹来杀身之祸。但小豹哥如今已长大成人了，义父又怎么能放心呢？你没看寇云龙千方百计在笼络豹儿，就是要让豹儿误以为全天下寇云龙就是最好最好的好。 偏偏豹儿对他的义父深信不疑。娘，小豹哥昨天到青牛镇去了一趟。豹儿去青牛镇做什么？他
到清流镇去找慕容明月，结果被养父发现了。怎么说？这我不知道。养父等小豹哥一回来就把他喊了下去，谈些什么我也不清楚。这个奸诈的老贼，不晓得又在耍什么花招。小超，留在锦堂外面，我跟我娘请安去。是，公子。娘，孩儿来给你请安呢。宝儿，你急急忙忙的要做什么？是吧？娘在问你的话。哦，孩儿在教场点乐。教场点乐。瞧你这身打扮，是不是要去杀慕容明月？慕容明月乃朝廷钦犯，孩儿杀他，不过上报朝廷，下顺民意。哼，好一番光冕堂皇的大道理！娘问你，你继位时君禄，上报什么朝廷，下顺什么民意？可是义父是奉圣旨。哼，侯云龙乃是大逆大恶之奸臣，他说的话你怎能置信？不，义父忠心耿耿，可表天日，请娘千万不要。误会，哼！难道说，当年潘家满门60余口，杀害于他手，也是娘的误会吗？潘家满门抄斩，其中自有一番曲折。义父昨天夜里，竟跟孩儿说明一切。啊，小豹哥，你怎么一夜之间？小蝶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寇云龙说什么你都相信？怎么？难道娘说的话你就不信了吗？娘，什么事都等孩儿回来再说。这么说，你是一定要去黑风岗杀慕容明月了？孩儿箭在弦，不得不发。请娘恕罪。去，只有等你回来，替娘受誓。娘，孩儿长大成人，是非善恶，一目了然。请娘沾染一时。稍安勿躁，一切等孩儿回来再向娘禀报。公子，什么事？公子，时辰已到了，大伙儿都在等你的命令出发呢。叫他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等一下。公子吩咐。传令下去。所有的人徒步而行，不许骑马。这，公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马声喧腾，惊动慕容明月，岂非打草惊蛇？啊，对对对对，还是公子英明，设想周到。先走吧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小的告退。孩儿一时无法说明，不过请娘放心，慕容明月跟蓝天燕不会经过黑风岗的。这话怎么说？孩儿昨天跟慕容明月见过面。
宝儿，娘不知道你在故弄什么玄虚，不过娘把话说在前面。假如你要是真杀了慕容明月，娘是愧对你爹，也只有一死。娘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一切等孩儿回来再向娘禀报。小弟，娘就帮我照顾。娘，孩儿走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动身了。天意，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？这是什么话？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儿。明月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们走吧。太阳已经偏西了。此地离黑风岗还有多远？按照店小二的说法，应该是快到了。这么说，大概傍晚我们就可以到黑风岗。不错，过了黑风岗就可以看见杜仙镇了。我们走吧。希望你能听我的劝告，千万不要来，否则我为了取信寇云龙，以报杀父之仇，到时候我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。啊，惠娘，请进。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等了你20年，你终于来了。寇云龙，你先别高兴，我今儿个来，只是有一句话想要问你。有话尽管问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我是有问必答。啊，请坐。昨儿晚上，你跟鲍儿说了些什么？我们说了很多，不知道你要问的是哪一件。寇云龙，你少给我装糊涂！
潘家满门60余口死在你的手中，你是怎么自圆其说的？我当然是据实相告了。哦，据实相告，那豹儿为什么没有杀你报仇呢？回娘，当初我是错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和豹儿忏悔我的罪过，我要他杀我，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豹儿居心仁厚，念在我养育他20年的恩情上，他居然不忍心杀我。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分明你在歪曲事实，把你自个儿说成好人，对不对？慧娘，其实我这一生除了做了这一件后悔莫及的事以外，我并没有做其他的坏事。哦，你还要做什么坏事？潘家60余口都做成了屈死的冤魂，这是人神共愤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，慧娘。怎么会不在呢？他不可能出去的。不好啊，你可是不能杀慕容明月。你要是杀了慕容明月，就像是杀了娘一样。只爱你一个人，20年
天天的等，今天你总算来了，惠娘，我求你留下来，一场我的心愿。寇云龙，你休想得到我！你别忘了，我们俩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惠娘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这20年来，我把鲍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对待，我想这也弥补我的过失了。你说得到轻松，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实在是万恶不赦！惠娘，你惠娘，你放开我！你二爷，你放。虽然我坏事在前，可是这20年来，我对你的情谊未天可表。惠娘，20年来，我对你丝毫无犯。我天天盼望着你能够走出金堂和我见面，今天你终于来了，这不是冥冥中早有安排吗？放开我！惠娘，惠娘，放开！惠娘，放开我！你惠娘，放啊！把我这么安静，暴风雨之前必然宁静。明月，在这儿等着，我四处看看。不得不来。可是这黑风岗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难道你不怕死吗？我要是怕死，就不会来了。那我就杀了你。